愿唔愿意做我女朋友？愿唔愿意接受一段有限期嘅爱情？剧集《刑侦日记》入面 ，Madam 星同夫人格朱基嘅一段情，浪漫真挚，更加有不少动人金句。唔使十秒，我都唔会忘记你噶，朱基。多谢。死亡唔系最可怕，最可怕系俾人遗忘。有佢呢句说话，证明我至少喺佢生命入边存在过。如果要俾一个时限嘅话，至少都系十秒。为咗衬托醉人情景，浩信同 Hannah 再度合唱剧集插曲，仲一齐拍埋 MV 添。拍呢个 MV 会唔会都加添咗个剧嘅嗰啲情节啊，或者系感受落去呢？有一部分嘅，通过系用阿志文同浩信嘅一个爱情嘅关系啊，去做一个蝴蝶效应嘅效果啦。今日我哋呢个场景咧，感觉上就好似一个唔知咩年代嘅一个旅店咁样嘅感觉，咁好有味道啊。咁其实几贴合我同阿志文嗰条感情线咧。其实我哋两个角色系比较神交啲嘅，即系好多时大家都喺幻想世界入边去交流。咁所以今日呢一个咁样少少抽离现实嘅感觉咧，其实我觉得几贴近我哋嗰条感情线嘅，同埋好正嘅地方就系今次。我哋呢個劇集咧有好多主題曲，係啊，除咗我同佢合唱啦，仲有一首我自己啦，仲有一首佢我自己啦，係啦，咁啊佢代表住唔同嘅線咁樣嘅，咁都幾多音樂嘅，咁同埋劇透少少就係咧，我同阿志文為咗呢首歌咧，其實排咗段舞，哦，係咪用呢首歌啊？係呢首。哦，係用呢首歌嘅旋律咧，咁我哋會喺戲嘅後段咧，我哋其實都排咗都六七次，都差唔多一個月嘅時間。咁去做呢件事。